岳云鹏是我徒弟，嗯，最近还挺好，大伙捧他，嗯，里边这胖子叫孙越，是我师弟，嗯，相声世家，哦，哎，相声名家李文华先生的外孙，对，啊，这大胖子，嗯，这个孙子来到，这孙子不像话，应该是外孙子，嗯，有意思吗？你觉得？好玩之极了。让俩人下去休息一会儿。嗯，歪唱太平歌词。哎哎，让他们下去呢，我们俩又上来了。哎，再说相声就是如此。嗯，有人说了啊，不爱听郭德纲，哦，爱听岳云鹏。嗯，有人说了，不爱听岳云鹏，爱听于谦。哦，所以说啊，艺术很难能够让口味达到一致。没错，但是我们来说，谦虚谨慎，戒骄戒躁。没错。嗯，小的时候学艺，老先生说了，嗯，跟同行学，不管他多次。嗯，他身上也有比你强的地方，也有优点啊，所以说我一直记得这句话啊，谁都比我强，呵，向人学习，您客气，包括我们哥俩十几年的交情了，嗯啊，师哥您比我强，哎，您过奖了，实话实说啊，嗨，有一句最俗的话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，叫什么？表达我的心情，说说，我没法跟于谦老师比，怎么跟于老师比？我好比是王先生碰见玉先生了，怎么讲呢？差一点儿，嘿，你瞧这话，嗯，说的俏皮，嗯，不过您啊不能这么说啊，您要这么说的话呀，我跟您也好有一比。哦，比从何来？比作马先生碰上冯先生，嗯，我跟您差两点儿。我跟您比，我是王先生碰见汪先生了，我差三点儿。我跟您比，我是能先生碰上熊先生，这是差四点。我跟您比，我是王先生碰见汪太太了，我差五点。我跟您比，我是王先生碰上王麻子了，这是我数不清多少点了都。我跟您比，那好比就是王先生碰见王麻子带着汪太太和熊太太啊，这俩人还带着俩孩子，哦，一个叫天牌，一个叫九饼，嚯，一个出疹子，一个长雀斑，嗯，一个包石榴，一个吃芝麻烧饼，嚯，后边跟着三只斑点狗，嗯，狗嘴里叼着半拉切开的火龙果，嚯。您数数多少点吧？哎，这数不清楚了。这个，这是客气。嗯，哥俩相好，互相学习。没错，台上是好搭档，台下是好弟兄，交情好，最好的朋友了。没错，交朋友有讲究。嗯，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这话怎么讲？鸟随鸾凤飞腾远。嗯，举个例子，您说，好比说您就是一只鸟。哦，我是鸟，哎，嗯，但您是百鸟之王，在您的身边有元宝鸡、珍珠鸡。你先等会儿，嗯，我又回马场了，这是。百鸟之王，您是凤凰，这就对了。凤凰啊，嗯，二八加重的凤凰，自行车，什么凤凰？就是那个大鸟，翅膀打开十几丈的，百鸟之王。每年这个白鸟都要去西天参拜如来，哦，去朝圣。您要去很方便，嗯，因为您是破鸟之王啊，嗯，打开您的翅膀，您一使劲，啊，裤衩裤衩，很痛快，是痛快，我窜着就去了，说明您的速度很快，哦，几下您就上西天了，我死的还挺脆生，您这。我跟您没法比，您呢？我是一只小麻雀，哟，也就这么大，小鸟，翅膀打开了一哈，嗯，我想去参拜如来很费劲，哦，哎，我就得跟您沾个光，怎么沾光呢？我站在您后背上，啊，您打开翅膀，哦，我也打开翅膀，泰坦尼克号吗？这不是，咱俩可不就上西天了吗？我借您的光参拜佛祖，哦，去那儿啊，直奔青云，一会儿功夫到西天了，哦，佛祖很开心，是啊，有尿，哎嗨，我也很开心，就握握手呢，你看，啊，
这就是说沾您的便宜，嗯，鸟随鸾凤飞腾远。哦，人伴贤良品自高，人一定要和贤良的人在一起，是这样。所以我爱和您在一起。太客气了，您就是贤良，不敢当贤妻良母。这嗨，我是贤妻良母，这些个还不算什么。嗯，真正交朋友讲究一跪一见交情乃现，一死一生乃见交情。嗯，穿房过屋妻子不避。您细说一说，咱们一个一个来。嗯，一跪一见交情乃现，这句话得举个例子。您说说咱们两个人。哦，还拿咱们两个人举例子。一个有钱，一个没钱。哦，一个有身份，一个没身份。是一个在上，一个在下。哦，您的身份很高贵。怎么高？您在33层天的上头，站在凌霄宝殿的尖上，扶着避雷针。我等雷劈呢，这儿，我扶着避雷针站着，不能再高了。哦，就说这位置，我比您低。您在哪儿？18层地狱以下有一个小煤窑。哦，我在煤窑里边挖下水道。好家伙，太低了，太悬殊了。就是这么两个人，嗯，其中的一段故事。哦，您说，我家里边很困难，哦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家里没有钱吃饭，哎，都想死，可是呢，父母如何，孩子又怎么办？哎，我得出去挣钱去，得奔去。十冬腊月，大雪纷飞，我还穿着一身塑料的西装。哎，有拿塑料做西装的吗？实在没有合适的衣服了，啊啊，抱着一堆报纸出去卖晚报。卖报纸，走着街上，风搅着雪拍在身上，嗯，水打在脸上像刀子一样，真冷。回头看，万家灯火，车水马龙，天下之大，哪里是我存身之所？嗯，咬着牙也得出去奔去，挣钱嘛。列位，嗯，看看报纸吧。哦，有新闻呐。什么新闻？郭德纲又打人了。嗨，哎，打第二个了，这是。别那么些废话。不是又打人了吗？往前走吧。嗯，谁能买我的报纸啊？哦，有打对面来了一个人，走到跟前啪嚓就摔那儿了。哟，我赶紧把他扶起来。这是兄弟你怎么了？嗯，我是一个农民工。哦，出来打工一年，老板把钱拐走了。哎呀，我没有办法，3天没吃饭了，饿着呢。听完这句话，我眼泪都快下来了。您还心疼他？穷人可怜穷人。是是，3天没吃饭了。嗯，我好歹还吃了中午饭了。嗯，现如今看他这样，我过意不去，怎么办呢？我给他吃不给他吃？要不然我就给他吃吧，否则话他饿死也是。你先等会儿，你先不不，你先等会儿。这个他这么大不至于吃流食了吧？你很龌龊。废话，你这动作不怎么样，干嘛呢？这是我身上揣着2块烤白薯。嗨，烤白薯干嘛这样？这是我的晚饭呢。啊啊，拿出来时候还温乎的，把它凉了放在身上。哦，嗯，存着这里头，你以为是什么呢？我以为是烤地瓜呢。你看。啊啊。行，别抖了，说吧。给他吃不给他吃啊？拿出1块来。嗯，兄弟，把他吃了吧。给他了。别，你给我，你怎么？我说，嗨呦。哎，行了，没完没了啊你！啊，单支裂了就别吃吧。你之后怎么办？嗯，我还得找我们那老板。嗯，我已经知道他的下落了。好，我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，把钱追回来。好。哦，老板在哪儿呢？嗯，科尔沁草原。哎呦嚯，那么远，这块也给你吧。哎，这那也不够，怕你坚持不到啊。那也不用不用，你留1块吧。是是，他走了。嗯，我的眼泪哗哗的。惨，真不容易。嗯啊，穷人心疼穷人。是，可是谁来心疼我呢？穷帮穷，谁来买我一张报纸？嗯嗯，正说着，对面来一女孩。好，手里拿着一束玫瑰花。拿花？我估计她没有零钱，她买不了我的报纸。你怎么能知道他没零钱？报纸上写着今天是2月15号。哦，2月15号走到街上还拿花的人，说明昨天情人节他没回家。你饿死都不多，知道吗？什么日子口还有心肠琢磨这个？你所以他身上没有零钱。行了，那就甭理他了，就完了。正往前走，旁边停了一辆车，下了几个人，穿西装打领带。嗯，先生，我们是这个为濒危物种募捐的。
哦，请给我们100块钱。嚯，哈哈，你们找对了人了。是啊，100块钱对我来说就是濒危物种。有日子没见过了。人家扬长而去。啊，往前走吧。嗯，这会儿饿了。要不然我啊、哦，你就吃吧。拿出来，刚咬了一口，嗯，身背后来辆摩托车，哦，开摩托这主一把抢过我这白鼠，扬长而去，抢走了，我都傻了，嗯，没，啊，可不是没了，就别犯蒙了，您就，嗯、他到前边转一圈又回来了，啊、拿着白鼠，啪扔到我跟前，这是，我还以为手机呢，对，嗨。耳朵也这眼睛也不行，他走了，我这眼泪真止不住了。嗯，你说我活的这叫什么劲儿？是人生太无意义了。掏出我身上这杆圆珠笔来，嗯，我准备自杀。圆珠笔怎么自杀呀？把生命线划断。哎呀呵，哎呀，你就是一浪催的，知道吗？这叫自杀呀，这个。没死啊，一直就没死。多新鲜，那能死得了吗？人到死时真想活。真是这样吗？难了啊，正难受呢，身背后于谦来了。怎么知道是我来？因为你一边走路一边哼唱着昆曲。哎，我喜欢那个。哎呀，打小的时候人家是大户人家，家里边唱堂会有昆曲，是一听就是你。怎么？大姑娘美了这个大姑娘郎，可是昆曲。大姑娘走我进了青纱帐，啊，我都没敢回头。那是丢不起这人。嗯，什么话？这叫这是昆曲啊！我是觉得身份悬殊哦。你转到我面前来，上下打量着我，嗯，看了看你，扑哧就乐了。我还乐，一直我，嗯，父亲呐、啊，嗯，当时你先等会儿，我这个心情啊，关就别心情了，我管你叫父亲。小的时候在班级里边一块玩，嗯，什么做个小品呢、啊，演个游戏呀、啊，嗯嗯，他那会儿爱占便宜。我他跟小女孩一起，女同学演拜天地入洞房。哦，他说我长得特别显老，让我演那个岳父，所以他管我叫父亲。哦、他就是为了糟践人呐。啊，我糟践谁，我就管谁叫爸爸呀？我什么毛病这是？他喊我，我都不敢答应。是吗？我说年头这么多，你可能认错了啊，这认不对这个啊。他乐了，嗯，我知道是你，你抬头看看，哦，抬头一瞧你，我都傻了，怎么？眼前站着一个活财神爷，怎么叫财神爷？咱们穿的塑料的西装，是，人家穿着西装是蕾丝的，啊，我这得拆多少裤衩改这么一个，穿蕾丝的西装，大宽边儿，哎呀，拿风一吹，你就跟小蝴蝶似的，嘿，还小蝴蝶呢，啊，哎呀，哗啦哗啦，跟大扑棱蛾子似的，哎。我抖楞着就过来了啊！整个这张脸油光锃亮，吃得好，一看就是营养丰富。是鼻子这儿戴着一个大金环，我刚耕完地回来是怎么？有人有戴鼻环，实在不知怎么显摆有钱了啊啊！大金环这么大个，是挂在鼻子这儿哦啊，这么回来，有一个眼睛已经抠下去换成钻石的，我这不是糟吗？我这不是站在我跟前儿啊，我眼泪下来了，嗯。你挺好啊，啊，你怎么了？这是是啊，哎，我说我怎么你还瞧不出来这样吗？ 啊， 啊，把自己的事儿一说，嗯，说完之后你很难过，那当然，哦，就哭了，眼珠子就下来了，眼珠子下来，有一个是钻石的嘛，好，让眼泪冲下来了，捡起来，装上啊，嗯、不要紧的，嗯，不就是要钱吗？是啊，一伸手有打屁股后边啊，嗯，拔出一杆金笔来。我这擦的上面的血，什么意思啊？废话，打屁股后插屁股后头了，我这笔怎么拿出来？噗噗的，这个人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废话，你说的，你说你一天到晚都想了些什么？不是想些，你说的。人家裤子上有一个兜啊，裤子上有眼儿啊，还是这不是这藏在后面那兜里边啊？哎，兜到时候一瞪着，拔出来，哎，这么紧，哎，嗯，甩甩。还是摔着鞋，就老不使，上面就底头不出水哦，哎，掏出支票来，哈、啊，哎呀，哈、啊，嗯，这杆不行，嗯、扔下又打后边，好嘛，他这口袋真能装，嗯，这口袋只能装一杆啊，对，这插屁股里了是吗？
写啊，大金笔，哎，写开支票，嗯，100万，我给100万，撕下来给我，哦，搁在我手里，我傻了，是不敢相信啊，你以为嫌少呢？啊，来，再给你个眼，哎，好嘛，我还真下本啊，这手钻石，这手支票，我都愣了，嗯，你很开心，哦，好，再见啊，哎，这嗨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。瞎子我还走什么呀，一跪一见交情乃现，哦，就说的是这个意思，一生乃见交情这句话，咱们还得举个例子，可以好吧，嗯，您还是我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于老二先生，哎，什么名字这是啊，啊，这个出去打牌吧，哦，玩牌好吗，嗯，打麻将牌，好，一直打到早晨起来7点半，一宿啊，哥四个玩麻将牌，嗯，也累了，你突然间想起来，坏了，怎么了？昨天我是下午5点半出来的，是孩子发高烧47度，47度是让我出来买药的啊！我怎么给忘了呢？哦，赶紧走吧，心里边不是滋味啊！啊，真不是滋味。到家一推门，媳妇儿抱着孩子跟这儿，眼泪跟着挂着，哭呢。于老师进门，嗯，著名相声艺术家于老二先生回来了啊！哎，这是艺术家的名字吗？都满脸上写满了内疚，没法不内疚。关上门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嗯，媳妇儿看看你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嗯，孩子发烧，你不知道吗？嗯，你出去干嘛去了？还有，谁在你脸上写了这么多的内疚？真写的内疚，太没溜了，这也。他们说练字儿。哎，好，在脸上练字儿。这是离婚协议书。哎呀，你看看吧，我带孩子回娘家了。哎呦。归置东西，人家走了。得，于老师接过这离婚协议书，嗯，上上下下看了10分钟，难受，不认字。这废话，他看不懂还看？洗把脸吧，嗯，洗把脸，躺下睡觉吧，嗯，一宿没睡了。是，再睁眼，晚上9:40，又睡一天啊，觉补过来了。嗯，起来之后屋子里边很压抑，是，媳妇孩子都不在，自个儿出去遛弯去吧。啊，顺着二环往外走，走二环，走二环，走走累了。嗯，坐在马路边儿，掏出烟来，哦，不带嘴儿的，哎，你瞧咱这肺活量，两口就能得肺癌，这么抽，嗯，吃了，我这瘾太大了吧，我。哎，好嘛，又呛出来了，跟着坐着啊，啊，打旁边，这是来辆跑车吧，嚯，哎，特别漂亮，粉红色的跑车，那是女士开的，敞篷的，嗯，啊，车里坐一女的，你看，30岁上下，嚯，要多好看有多好看，美女，看着于谦，嗯，于老二站起来了，哟西，什么话呀、啊、这？想起什么来了？这是于老二把眼睁，顺着声音看分明啊。嗯，只见他秋坡漫山花寒露啊，眉似春山月朦胧，面似浮粉红芍药，唇似丹珠玉融融啊。嗯，只见他长得。怎么那么多尊俏啊，身好似嫦娥离了月宫啊、嗯、这真是有心栽护啊，护啊不放啊，无意中柳柳荫浓啊、嗯、我若是能与此女成婚配 啊，胜似西天去取经啊，谁取经去、嗯、我猪八戒呀，是怎么着，表达你的情感啊，就爱慕、啊、女的瞧瞧他，嗯，是赵先生吗？赵先生，可以是。什么话？什么叫可以是？上车。哟，于老上车啊，坐车上。哦，啊，嘿，单腿上啊，这车风驰电掣，走了，奔延庆的山里就去了。嚯，一会儿到了大别墅，山里头巨大无比的大别墅。哦，啊，来吧，带着进楼。嗯，4-5层啊，啊，4-5层进来，上了3层。哦。楼梯口站一小女孩，嗯，5岁上下，嘿，妈妈你回来了，嗯，啊回来了，这叫叔叔、嗯、叔叔好，多客气啊，嗯，回屋睡觉吧孩子啊、嗯、孩子睡觉，嗯，俩人上卧室，哟，那卧室比北展还大，这么大卧室，正当中是一床啊，一床，哎呦，这床1公里的床，
这够折腾的。那是。你都想了些什么？废话，那么大床干嘛用？哎，女的进屋。嗯。哎，于老师进屋。哦、女的回身关门，关好了门。于老师已经走到那边这窗户那儿了。哎，我过了床了都。嗯。女的喊：“你去哪里呀？”哎呀，啊，于老师，我看看。哦，你洗个澡吧。别嚷了啊！洗澡。嗯，于老师脱衣裳啊。哦，脱吧，秋裤脱了。什么天儿了？秋裤还塞在袜子里边。哎，对，这都是他们给我塞的。啊，脱了。嗯，脱完之后进屋洗澡去了。哦，啊，旁边那楼下小孩那屋啊，是小孩跟正玩呢，电话响。哦，啊，一打电话。一男的接，闺女你干嘛呢？哟、嗯、爸爸来电话了、嗯、我这玩呢。哦，你妈呢？妈跟叔叔在楼上呢。你上楼道喊一声去，你说爸爸回来了。哦，小孩的电话搁边上，站楼道，爸爸回来了。哦，于老师刚洗完澡刚出来，打那屋出来啊，哟，听见了，这家有人，你还往家叫我。是啊，女的说那怎么办呢？想辙吧。啊，他正好守在窗户边上。哦，这底下是什么呀？是游泳池。好、哦、乐了，对，打小就好游泳，喜欢这个、一开窗户腾下去了。嗯，这女的，哎，冬天没水，哎，早说呀，没水你早说呀，打三分，啪，哎呦，拍碎了，您怎么那么解气呢？这是，啪，倍儿碎啊！啊啊，小姑娘又回屋拿着电话，嗯，我喊完了，哦哦，那叔叔呢？叔叔在游泳池里摔死了。哎呀。游泳池，嗯，咱家哪有游泳池啊？啊，哎呦，对不起，小朋友，打错了。呵，我这死的太冤了吧，我这。我找我吧，我去吧。啊，我去吧，到那儿料理这些事儿。是，都处理好了，带着抚恤金上家去见你的父亲。啊，报信儿。那当然，老头92了。哎呦，就这么一个儿子。哦，突然间失踪了，怎么办呢？就是，一进门，老头一个人正打麻将牌呢。哦，你先等会儿。一个人怎么打麻将牌、啊、连连看，哈哈，太有瘾了。你掏出来信封，老爷子啊，今儿出了点意外。哦，这人本家赔的500块钱。哎啊，我就值500。老头数出200来。嗯，这300给人退回去。哎，好嘛，还不值。咱不能讹人家。这是讹人家吗？打这儿起，我伺候你父亲啊。打这儿起，老爷子您放心，有我呢，钱儿没了我照顾您，真好。老头说，那我哪忍心呢？是啊，咱俩拜把兄弟。没听说过，有这么吝的吗？以此一生乃见交情，这事儿我明白了。最了不起的应该就是穿房过屋，妻子不避了。您再讲讲这个。但是这个事儿，你跟我你不过这个，没这交情。他跟我，他可鸡贼了。哦，知道吗、嗯？整个德云社好几百人，只有一个人他认头。这位是？这人叫侯震，哈，哎，我兄弟。刚才跟正好一块说相声，侯震是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。对，他们哥俩是最好的，既是。师兄弟，嗯，又是发小，没错。哎，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你们两个人之间。那您说说，于谦接了一个大买卖，哦，大活。这单生意很了不起。怎么个活？美国人的买卖。哎呦，跨国的，东海岸到西海岸、嗯、挖一条隧道，这买卖能落到我手里？你看，东海岸、西海岸，去多数大买卖家都没谈起来。我行了，你去一进门当时就签合同，那人家看上我了啊、嗯！签完合同回来，带着你父亲，嗯，爷儿俩扛着铁锹。你先等会儿，我们爷儿俩要拿这个这么挖到西海岸去。这个一个在东海岸，一个在西海岸，啊、两头挖。每个人说了啊，只要爷儿俩一碰面，当时就结账、嗯。人家守信用，结果爷儿俩没碰面，得美国人按两条隧道结的账。两条都挖穿了，你看看，这美国人真够朋友，那错不了。嗯，爷儿俩发了财了，那是有钱了，了不得了。啊、嗯，爷儿俩你一半我一半，花天酒地、哦，老头也天天出去玩去，也去。老头坐在二环边上，来辆小跑。哦，小跑问赵先生吗？哎，怎么老有这位啊？你爸爸说可以是。哎，对，我、嗯哦、真是我爸爸儿子。这个就咱不提你爸爸了啊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哎，这当评书说了，您这。啊我都当真的了、哎、您说就说于老师吧啊，这么些个钱你怎么花啊？您给我设计哪还了的啊啊！天天的吃喝玩乐那就干这个了啊！炒麻豆腐嗯，什么炒麻豆腐我也没吃过什么好的了我
吃炒麻豆腐。炒麻豆腐啊，发面饼，糖三角。嚯，穿带领儿的褂子。以前的都不带领儿啊。来半瓶北冰洋汽水尝尝。半瓶怎么买呀、啊？别人喝剩的。哎，好，捡的。就为了要里边那假牙。嗯，好家伙，天天花天酒地。能花多少钱呢？哎呀，后来突然就想起来了、嗯，还没媳妇呢，那得结婚。趁这么些钱得找个媳妇儿。是，听人说温哥华有世界美女大赛，我去了，去吧。哦，啊，坐着车就去了。好，听人说了，温哥华到了，嗯、下车的朋友请出示车月票，公共汽车呀、哎，那到温哥华吗？对不起，没去过。啊，有这么一个大剧场，嗯，哎，也跟北展差不多。啊、哦，跟那卧室。咦、哎，这大哥。前面一台美女们跟台展示，好，底下坐的都全世界的有钱人，是，哎，头一排是 VIP， 好，您是正当中啊，那 VIP， 你是 VIP 中屁，我怎么那么屁呀、啊？我太臭了吧，我太有钱了啊，坐在正当中，嗯，两边都躲你啊，都躲你啊，都躲着我，哎，因为你的钱多的人都害怕，哦，哎，各国美女，各国美女一个个出来，哦，这儿出来往一站。是展示自己吗？是是。刘大哥讲话离太偏。啊，这是河南来的。嗯，又上了一个。嗯，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。河北来的。哎，下去了，又上来一个。一轮明月啊，这上温哥华干嘛去呀、啊？这保定就干了这点事儿。那为了花钱吧。这花什么钱呢？这花钱嘛，各式各样的美女啊，有的显身材。哦，显示有来，呼，这穿着旗袍，展惊世之美。啊、哦显这个，哎，来这，呼，这是旗脖小短裙儿，旗脖小短裙儿，哎，带一假领子出来干嘛来了？你别，这人底下还有高跟鞋呢。那管什么呀？各式各样的啊。啊，这个上来显身材，是那上来跳舞，嗯，这上来让你看看，这反正各式各样吧，还练健美的，什么样都有，一身鸽子肉。哦呵，哎，这上来一个，哑巴干嘛来了？长得尊，长得尊不管用啊。但这些个美女你都没往心里去，我看不上。但是人群里边有人看上你了，谁呀、啊？有一位来自非洲土著的公主，这远点了吧？这个阿姨土鳖公主，好，打墙缝里出来的啊！因为你这个位置很了不起，是吗？第一排正当中啊，啊，上面还有大灯正照着你，追光，全场都黑，就照着你。嚯，知道吗？身后站十个人，倒班给你擦汗。哎，我哪儿出那么多汗呢？灯太热了。好家伙，所有的富豪黯然失色。哦，没，只有你跟这儿，哎呦，跟水鸡子似的。哎呀，我还不如躲起来呢。我跟这儿撩你的背心跟这扇呢。啊，秋裤搭在边儿。叫的，哎呀，多显身份这。哎呀，太了不起了！哎，我躲躲好不好？嗯，那公主就坐在那边啊，带着四个随从。嗯，随从们都别着树枝。嚯、哦！哎呀，穿着兽皮。哎呀，啊、拿着长矛。嚯、哦！哎，公主指。嗯，那边那个是个圣母呀？什么味儿啊？啊，还是河北那边的呀？我不会说非洲土著的话。那也别胡说、啊。我更熟悉的是韩国话、英国话、日本话。哎，对了，那边念是个圣母呀？啊啊啊！回禀公主。这打中国来的一富豪是啊，你也个货是个富豪，货像话啊！行了，咱们就跟他吧。嗯，就打算跟你了，这还嫁给我了？你看跟你说就成了，人家是公主啊。啊，是为了你舍弃了非洲的狮子、老虎、大象都不要了。哦，哎，什么树洞啊、窑洞都不要了。那要他干嘛呀？跟你回北京来，俩人在北京前门大街附近租间平房过日子。我这么有钱租间平房过日子，你得看他是不是真心实意的跟你。我先试探一下，哎，如果是的话再租一间。哎，这嗨，我们俩分居了感情。你有钱人的心态实在是难以琢磨呀。哎，就甭琢磨了啊。公主也说、啊、这个货纵不像了，这是实在摸不透。简短截说，嗯，亲戚朋友都来了，要给您祝贺贺喜啊，都走了，热闹闹都走，喝完酒都回家了。嗯，您这赶紧把门关上，把帘挂好了。好，两口打水洗脚。嗯，洗完脚拿着水洗洗脸，后洗脸啊，反了吗？这不是？是是是，先洗脸。对呀、啊，先洗脸再洗脚。嗯，洗完之后，公主把水递给你，你再洗脸，嗯、你再洗脚。哎，好嘛，哎呀，挨着个的、啊。洗完了，俩人顺门缝把水泼出去。哎呀，多大门缝啊，这是！啊，公主说：“殿下睡觉吧。嗯”哎，还殿下呢？你说陛下，你先请吧。啊啊啊！俩人上炕，刚躺下，是咣咣咣砸门，谁来了？您的好兄弟侯趁。
哦，他来了。侯先生已经等不了了。怎么呢？你想啊，从西海岸挖地道那会儿他就等着来。哎呦，终于这会儿他到了啊！啪啪啪一砸门，门一开进来了。是香花妈，香花妈，香花妈。哎，口头语。好朋友结婚不告诉我，没通知人。公主乐了，啊、上炕，上炕，上炕，像话？这叫什么规矩啊？这是非洲最好的礼节。上炕不拿他当外人哦，你也觉得很正常是吗？穿房过屋，妻子不避，这是好弟兄。哎，有这个交情。哎，你躺左边是，公主躺右边哦，侯爷躺当间，什么安排这是？是吧？他躺当间，侯爷还说呢啊，谁也不许胡想，谁胡想天打五雷轰。哦，也是。啊，这一晃一个来月就过去了。就这么住着一个多月，一个多月过去了啊。这天侯爷起床之后喊你，嗯，于谦，嗯，老这儿也不是常事，这倒是，你租套房吧。啊，给我轰出去了。你租套房我搬出去，这就对了。哎，就在旁边租了套房、嗯、侯爷住在那儿，但是每天在一块吃饭。哦，哥俩好知己，这是好交情，一块过日子。穿房过屋，妻子不避。对，一直到后来，嗯，您又有了小宝宝。哦，生了一大胖小子。是，依然有侯爷照顾您的家庭。他有交情吗？有时您出门演出一走，走一个月俩月的、嗯、家里边都不担心。那当然啊，那回回来也担心了。怎么呢？一进门儿子坐在门口那正哭呢。哟，害怕了，嗨，吓坏了。于老师赶紧进屋，问问。进屋一瞧，公主一丝不挂，躺在床上正抖楞呢。哎呦，哎呀，这是心脏病犯了吧？啊，赶快看病。是，打开大衣柜拿衣服，一开门，侯爷在里边站着。啊，侯爷也一丝不挂。哎呦，瞧着你像话吗？像话吗？像话吗？谁像话吗？当时你就急了，我得急呀、啊。姓侯的你不像话呀？没错、啊，你嫂子病成这样，不弄她看病，还躲在这儿吓唬我儿子？哎，这没听说。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脱妻献子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，著名相声演员于谦。不敢。好啊。是吗？哪儿都好。哦，台上好，台下人性真好、啊、我这是好吗？这个怎么了？您这都脆上了。没有，刚才飞进来一蜻蜓，你信吗？啊，我那飞进一蜻蜓，飞进飞机里撞死你。为什么跟他这么逗呢？啊，哥俩交情好。哎，有交情。就这一后台啊，都算上，别老带上啊。啊，我们俩关系好。是吗？有交情吗？既是师兄弟啊，也是好朋友啊，还是好朋友。对，跟别人可能就是周六周日剧场见面 啊，跟他一个礼拜不见不见的三四回，哎，老得见，说打电话喝酒去啊，你不去行吗？聊天吗？您去了啊，坐那儿喝，一喝就多啊，实话实说啊，一喝就多，我酒量不大好啊，好。喝多了还好，宁学喝酒醉，不学下棋心。这怎么讲？喝酒都劝对方多喝啊，下棋都憋着把对方赢了、哦、对吗？都动心眼儿，心歹。对对，这说实在的啊，每次喝酒基本上来说吧啊，都得喝多，他自己灌自己，就实诚人。来喝一口、啊、来喝一口啊，行哥，实诚。今年春天啊，那乐子都大了。怎么了？出去喝酒去。北四环边上有羊蝎子，他说那儿好啊。啊啊，去了，喝吧。一会儿喝多了啊，喝完了呢，能说吗？啊，您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漏酒，漏酒，怎么叫漏酒？您喝完之后，他得出去方便一下啊。嗨，这叫走肾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对，洗手间都满了啊。上外头吧，天儿也黑，外边大雪地都下着雪，没人啊。他出去站在外边草地上，嗯、啊，把这夹克这拉锁一拉，哇，尿完了，回来了，啊，回来还说了，外边冷啊，我这腿馊得慌，不像话，您这喝多了，喝多了，那好，当时我也喝多了，我也喝多了，啊。您他要送我，我答应了，我要开车送你去啊！我要是没喝多，我敢坐他车吗？你喝的也不少。哎，那我坐这边，他开着车，开了70米，自个儿纳闷，哎呀，这大灯怎么不亮呢啊？啊，下车吧，一看呢，机盖子掀着呢。嗨、哎。
全挡上了，那就我也劝你，这散热快点，有这么散热的哥俩好啊？啊，为什么说了哥俩好呢？人与人之间的交情，嗯，这东西很主要。对，今天的观众好多都是朋友之间，是有恋人之间，嗯，男朋友女朋友，哎，也有的是普通的朋友，嗯，有要好的哥们儿。对，我们拿您就当朋友，啊，都是朋友嘛。别看我们在台上站着，跟您咱们身份一样，哎，不管谁高谁低没有，嗯，进了这个屋没有？是你甭管你是大企业家，嗯，什么银行家、老板，哪大老板是吧？什么大画家、大诗人，嗯，是吧？武术家，嗯，非洲哪个国家的娘娘是吧？啊，哪个不上这儿来是吧？这个甭管您是哪儿的，到这儿来，嗯，咱们一概平等。对，台上也是，慢说我们不是著名演员，嗯，不是艺术家，不是角儿，不是腕儿，哦，普通演员，就算我们是个著名演员吧，嗯，也得跟您平起平坐。那谁不高谁，谁不低谁？衣食父母，人活在世可以没有亲戚，但是不能没有朋友。哎，您这话对，是不是啊？是这样的，非得有朋友。嗯，当然了，朋友这个跟朋友可不一样，这还有区别吗？有的朋友之间是勾心斗角，互相利用，那不好，不足取啊。还有的是狐朋狗友，这是哎，吃吃喝喝都行，酒肉聊天，老吃饭去，吃喝酒，啊，都去。一旦有事了，于谦出事了，于谦打死人了，都跑。我怎么了？我就打死人了？我就说这意思，就说这意思啊！啊，这个朋友不能交，哦，出事就没他了。按过去来说，真正交朋友得上谱。这还有谱？哎，一跪一见，交情乃现；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。嗯，穿房过屋，妻子不避，得有托妻献子的交情。那您这还一套一套的，这是学问。怎么讲呢？我给你好好说这个。您说一说，说讲讲。我原来是搞科学的，我就研究这个。啊，您这科研项目还老变。科学是很严谨的，你知道吗？您再讲讲这个，一跪一见，交情乃现。这怎么说？普通的朋友，有这么两句话。啊，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怎么回事？鸟随鸾凤啊，我就是一只小麻雀，就这么大小鸟。您不一样啊，我是，你是个大鸟啊。怎么个鸾凤？凤凰，大凤凰啊。比如说，嗯，这个凡鸟都要到西天朝拜如来佛去。嗯，我要是去，麻烦大了。您翅膀打开这么大，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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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且扇且扇不到。你不一样，大鹏鸟、大凤凰那翅膀打开了啊，嗯，咵嚓咵嚓三五下你到了，你很轻松你就上西天了。啊，我就是死的比较脆。脆干嘛？上西天朝拜见佛祖去。对对，我要想去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就叼着您尾巴后边一根灵毛，借你的劲儿，跟着一块儿去了。哦，你也就到了。今儿没带着，今儿没带着。没有啊，这不比喻吗？鸟随鸾凤飞腾远。哦，人伴贤良品自高，人要和贤良的人在一起，跟好人在一起。我为什么跟你在一块儿？这是你是贤良，啊，您太客气，您就是贤妻良母。还贤妻良母啊，这是最基本的啊，所以才有了一跪一见交情乃现。哦，那么还有是听不清楚吧？嗯，一跪一见，一跪一见，哎呀，这个说不明。举个例子啊，您说您再是拿我来说啊，我不是说相声的郭德纲，您是？我是一个下岗工人。哦，没工作，家里条件很困难，嗯，住的房子也很困难，你看千疮百孔，哎呦，赶上一下雨算要了亲命。怎么？外边小雨，屋里中雨。嗯，外边中雨，屋里大雨。嚯，外边大雨，屋里暴雨。嗯，有时候雨太大了，全家人都上三环上避雨去。没听说过，有上外头避雨去的吗？吃上顿儿没下顿儿，那没钱就完了吗？我父亲那个腿被车撞了，哦，还不好，司机跑了。哎呀，老爷子常年卧床不起，瘫床上。我媳妇有病，不能上班去。你瞧瞧，孩子等着上学，没钱交学费。我又下岗，嗯，家里没辙，太惨。十冬腊月，大雪纷飞，全家人在屋里待着出不去，啊，就我有一身衣裳，他们都裹着被窝待着，好嘛。我数了数，地上有12个煤球，啊，什么都不够，不够烧的。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我得出去奔去，挣钱去吧。外边那个样的天儿，我穿着很少啊，
上面穿着一个塑料的皮大衣。有拿塑料做皮大衣的吗？袖口这有一两棉花，还有点棉花。穿着一个短裤，短裤磕膝盖以上，穿着一双塑料的凉鞋。什么天儿啊这？背着一兜子啊，攥着两张81年的北京晚报啊，打开门，刮风，风刮的脸上跟刀子似的，冷啊！雨里边夹着雪，落在地上啊，说湿不湿，不湿又滑。顶着风往外走，手里举着报，83年北京晚报，81年的、82年的都有。卖报，看新闻呐、啊！四人帮被粉碎了，这什么新闻呢、啊？这是。有要的没有？没有。顺着河边往前走，顶着风。二环路上车水马龙，回头看万家灯火。天下之大，哪里是我安身之所呀？死的心都有啊！一想着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等我卖了报，给他们买吃的，我死都不能死啊！往前走吧，走吧，走着走着，有打对过于谦来了，哦，碰上我了，开着车，哦，好车呀，哦，全亚洲就一辆，是您开着了，你是一个跨国集团的大老板，有钱了，很远处开着这个车，开三蹦子来呀、啊，比那个大，比那个大，嗨，大也是三蹦子呀，那个。车啊，黑色的商务车、哦、啊，前排就坐着驾驶员一个人啊，对对，你坐在后排很有身份的、啊，你那个方向盘跟别人都不一样，怎么了？我们的方向盘都是圆的，有胶皮套，对，你是纯银打造的，哎呦，长的，啊、两头弯下来，转着，还是三蹦子呀，这个德国机器，那嗨。机器也是三轮的，这个来到我跟前儿，一眼瞧见我了。你吩咐你的司机啊，你也找、啊，刹车都没有，车门一开，于谦蹭就窜出来了。我司机后来着你，哎哎哎，这司机出来遛狗来了，这是。不是，你随身腰里边带着个大金链子，140来斤呢，我给自己带家呢。司机后边给你揽着，揽着站在我跟前，我睁不开眼了啊！珠光宝气，这个人是啊，整个这脑袋上面啊，耳朵上戴着大金圈，哦，半斤一个啊，鼻子正当中打一大银圈啊，嘴上打着什么这个珠子那个珠子，哎呦，眼珠子抠了一个换金的啊。这不是糟吗？这不是穿这身西装啊，没个3-5千万下不来呀、啊，那么贵、啊。站在我跟前啊，看着我乐，乐，我不敢说话呀、啊。您这吓着了，贫富悬殊太厉害了。哦，我是一个什么人呢、啊？要死都死不成的人呢、啊？人家是什么人呢、啊？啊，站在跟前我傻了，不敢。我恍惚看出来是于谦，我不敢说话呀、啊，不敢认了，张不开嘴呀、啊。啊，你打破了这个尴尬的局面，我说什么呀？父亲，哎，等会儿，父亲，对，不，要不你先别说，别说，我这没有这么贱的，知道吗？我为打破这尴尬局面，我降一半儿啊，我不至于。小的时候咱们在一块儿玩啊，玩过家家，你小，我比你稍微大一点，嗯、你就为糟践我，管我喊父亲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么糟践人呢？我就说这意思，说这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父亲啊，行，别叫了，好好，你说就完了。还认识我吗？啊，我说您恕我眼拙啊，您是？哎呀，我是儿子呀！别往下拎了啊！这小说都比说就完了，还闹不清楚，那清楚了啊！我说我认出来是你，我不敢认呢啊！我岁数也大了，我眼也花了，我不敢认你啊！我不认了。您怎么了？咱们打小一块玩啊！哎，现如今你怎么这样了？落魄了？我眼泪都下来了，把我自己的经历一说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全说完了，你也很难过呀！哦，哗、啊，哭了，裤子就湿了，那是尿了，那是泪如。涌泉呐，那也没留这么些的，很难过。
你甭管，有我在，我能让你吃亏吗？啊！从怀里掏出支票本来，嚯，各位，什么人出来用支票本啊？啊，于谦呐，掏出支票本，大裤子里边掏出一杆金笔来，哦，纯金打造，嗯，钻石尖，叫这钻石半斤多，知道吗？哦，拿过来给我开支票。金笔有日子没用了。哎，二怎么写？文盲啊，我是。写完了啊，屁股后边瞪出一串钥匙来，哦，其中有一大戳子，咔，摆着，撕起来，给你。这是我拿过一瞧，100万。给您那么些钱，给我100万。啊、哦、啊、哦！我不敢相信呐、啊。那是。举着这我傻了。啊啊！这是真的吗？嗯、啊、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？不相信，我一把就把你的手抓过来，搁在我嘴里边，烫烫的。干嘛？我看看是不是真的。您咬我手看真假呀？是真的。是真的。啊！你也很高兴啊？是吗？是真的就好嘛。哎呀，呵。怎么样，我出耍流氓去，搞对象去，搞对象也不叫耍流氓啊，青年男女搞对象嘛。啊，出去了，大对过来一姑娘、哦、没有这么好看的，太漂亮了。哦，你站在后边高兴啊，小妞给大爷笑一个，我跟李丁的爸爸一口吃。好，小妞不笑，大爷给你笑一个。啊、这姑娘一回头瞧见你，那个人封建哦，很轻蔑的看看你，嗯，拢了拢这四根头发呀。哇，您就说秃子就完了，你得意这样另类啊，这个另类、啊。你有这想法，你愿意娶一个这样的女孩子 啊, 啊？你娶她就算行为艺术，你知道吗？什么行为艺术？很高兴 啊, 啊！哎，过来，过来。啊、这女的看你，大流氓。见不您要火啊，这快你得跑啊，跑啊，人家喊逮流氓的啊，做贼的心虚，是是，跑吧，跑。这事发生在劲松，哦，3分钟你到石景山了。哇，跑那么快。哎呀，蹲在马路当中歇会儿啊。哎哎哎哎哎，一看就是热了，这、哎、像话吗？正歇着正歇着啊，又打门头沟那边，呜，来一辆救火车，消防队的车。哦，又打你跟前儿，过去很愣，你吓坏了、啊，你往后一躲，嗯，车过去，你很生气，是太不像话了，嗯，哎，看不见了，拿手一摸，哎，我那脑袋哪儿的，撞上了，没撞，他给带走了啊，好嘛，还不如撞上呢，通县着火送通县去啊，脑袋，你一摸这脑袋没有了，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啊，啊，一赌气死了吧，管他，这是赌气的事儿吗？这个死这儿。躺马路当中啊，一会儿啊，市政的那个压道车开过来了，压在那平啊、您这解恨呢是吧？平了，压着倍儿平啊，啊，压平了啊，转天大太阳天，呵，晒，连晒3天、啊，这人没了，人间蒸发，嚯、啊，人间蒸发，外地的车开在这纳闷儿，啊，哦，不让右拐直行啊，好，这一分白闹的，把尖儿给你哥啊。看着吧，过了有1个多月，将近2个月。哦，哎，门头沟那儿有农民啊，嗯，打着大马车上北京城送菜。哦，马车就停在你那遗迹那个地方，就说停那儿就完了。马车放水啊，放水，马车还放水，马放水啊，嗨，这行，泡起来了，泡起来了，我拿马尿给泡起来了，都发起来了啊，真是个玩意儿啊，这是啊。玩意儿，报警吧！一会儿警察们都来了，这好玩，这个，这谁？这是啊，翻吧，一翻口袋翻出来了，啊、这是身份证，哦，于谦，我正打这过呢。我说怎么了？啊，我认识啊，对，于谦，我们好兄弟呀。嗯、啊，我办这后事吧。哦，这甭后事，我来，是找肇事的车辆啊，把这后事都弄完了，上家送信儿去。哦，这最难上家送信儿，为什么？你想啊，上家里说去，你们家里边没有别人，就是你跟你父亲爷俩过生的。对，老爷子89了，是是，老来丧子，大不幸。对，怎么跟老头说？没法张嘴，儿子没了，保不齐一句话，老头也完了。那可不是骂这人，
这就新的噔噔噔大小鼓，讲究方式方法，就怕这个啊，那还得去呀、啊，是吧？接着窗户一瞧啊，我眼泪都快下来了，惨呐、啊！你好几个月没回来呢，老头孤身一个人，多可怜啊！哎呦，这会儿在屋里正涮羊肉呢。我爸爸缺心眼儿吧？我爸这儿点着一个大炭锅子啊，这还一个电灯啊，电锅俩锅子，俩锅子，羊肉片、肥牛、嗯、虾、鱼片、蟹棒，还挺全，还有40来样青菜。嚯、啊哦！这儿白酒、啤酒、红酒、黄酒，还有小菜啊。老头自个儿坐屋里拼了4张桌子啊，好嘛，坐着吃，烟熏呢。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，是啊，满脸红光，89岁的人了，就是满嘴的牙呀，嗯，掉了，还剩一个牙，是是，哎，可是吃东西呢，还塞牙了，对，剩一个牙会塞牙了，他吃藕泡眼里去了。那就别吃了，别吃了，我是不得不来，有事儿跟您说一下啊。啊，于谦啊，于谦让车压死了，您说呀，脑袋都裂了，啊，剩身子跟地上，啊，压平了，咱们行要发起来了，讲究方式吗？这叫讲究方式啊！您这把老爷子给弄死是怎么着？你爸爸听完一咬牙一跺脚，把那瞎地我，来、哎，没染我这茬儿。拿个杯，嗯，来喝酒，来还喝呢？我说老爷子，您别说，别说，嗯，给我倒一杯。哎，来，啊、嗯，两只小蜜蜂啊，别划船了，好灰屑是吧？什么灰屑呀、啊？这死了都。就说是喝完酒，老师我累了，我躺会儿啊，睡一觉，哦、一觉。我说我也躺会儿吧，躺会儿，俩人睡觉了。五点半起来了，老头坐起来了，哎。你是说于谦死了吗？啊，这才想起来，我说是有这么回事啊。人家抚恤金也拿来了，赔偿，这是400块钱，您给俺啊。这太少了吧？这点一点，老头看看啊，你拿200给啊。这还有回扣，有好事大伙都来着。这什么好事啊？这是啥意思？没听说过，这一死一生乃见交情，这交情见得有点厉害，这是不是啊？要说最了不起的，得说是脱妻献子，这又怎么讲啊？脱妻献子这个，今天时间有限啊，啊，咱们改天有机会再给大伙念叨这个事儿、啊。别去啊，别去，您都说到这儿了，这交情，这见交情的这，您讲讲，你非得听啊？是啊，您说说，我不明白呀、啊。你要舍得死，我就舍得埋。说干嘛？还那意思还得说我是吧？没有，我就事说有我。哦，这里还有您。哎，我可爱说这个，我很激动啊！我现在很兴奋啊，各位啊！谢谢大家支持我们。啊、您讲，有您我就踏实了。轮着我说这个，嗯、啊、嗯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得从您说起来这个事情。哦，还是有我，不是今天的于谦了，这回是75岁高龄。哦，长年纪了，一个老艺术家。好。相声泰斗，相声权威，好，中国相声第一人，没别人了。您每天下午准时在天桥乐剧场的门口，摆摊说相声，了不起啊！我还摆摊说相声，呼，每天观众乌央乌央的，达10多个人之多。就说没几个人呢，爱听您相声啊！每天在这圈外有一人爱看。西装革履，嗯嗯嗯，穿得很讲究，是听了好几天，这天跟您说了，说什么？于先生呐、啊，哦，听了您很多天了，是是，很喜欢您讲的相声，还南方啊、我不是这边的人，哦、我祖籍是广东，广东人，但是幼年的时候随我的父亲呐、啊，嗯，到南洋去发展。新加坡一带，海外，对对对，我这次回来呢，特意到北京来看一看。哦，我很喜欢咱们中国的传统艺术，好，太好。但是我很希望能够把您请到新加坡去演出，让我上那儿演啊、到那里一年呢是$100万的年薪。哎呦，这可不少，一共是5年，你们感不感兴趣啊？哎呦，倒太感兴趣了，这个一听这你高兴坏了啊啊，一定嗷都乐出来了啊。那个马路边一天能挣多少钱？就是吴明星来了，嗯，好，
我听您的，我去啊。丑话说在前面，哦，只是您一个人去，那不可以带家属，一个人能答应吗？这怎么你琢磨这事儿、啊？按说人家说的有道理，你带家属多一份挑费，又是钱呢。人家请的是你的演员，对，没有请你的家属。哎，可是这五年下来500万，这个诱惑力太大了，这得去，在去与不去之间啊，于谦心里边来回的折腾。哦，尤其您这会儿是刚结婚。等会儿吧，刚结婚，我85岁了，刚结婚，75岁啊，75岁，年轻10岁，年轻十岁，哦，75，你一生婚姻很坎坷，是啊，第一次结婚时是9岁，啊，那阵父母包办，我这那阵就童养媳，小孩娃娃亲，那也不能天上一脚地上一脚，啊，那阵你9岁，你那个媳妇也没多大，哦，46是吧？这就不小了，没法过是吧？啊，后来这一生又结过2次婚，哦，啊，一个呢是跟你徒弟跑了啊，跟我徒弟跑，还有一个呢是本家给领回去了啊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这一辈子挨多久，这辈子没结婚，那，啊，就不结了，一直到75岁的时候，啊，你遇上一个下岗的香港小姐。这香港小姐还有下岗的就不要了，人家那边不让他干了，哦，选新的了，他下岗了，嗯嗯，哎，落在你手里边了啊，两人结了婚了，嗯，刚结婚没3天发生这个事儿了，哦，这刚3天 你说怎么办吧，你是去你是不去，舍不得啊，去的话媳妇怎么办，不去的话舍不得这500万，嗯，可是话说回来，真去的话这个媳妇怎么办，哦，整个中国嗯3亲6故一个没有，没亲朋友也没有，嗯，而且在北京地区就我一个朋友，嗯，你说你这媳妇儿托付给谁呀，那我就托付给您吧，那就托付给我，你乐意吗，那您还别客气，您说的我就没人了，我不托付给您我托付谁呀，啊，我话说的简单可不这么简单啊，啊，他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，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，有会说不会听，跳进黄河洗不清，我得顾全这个，您是顾脸面的，就是啊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，你答应了啊，坐飞机走了，哦，把你媳妇留给我了，嗯，我得管你啊，你们家住哪儿，劲松，对，挨着曲艺团啊，嗯，你这一生的为人，多少人憋着报仇呢，我得罪那么些人呢，我得管呐，啊，哦，怎么管啊，我要是天天过来不现实，嗯，怎么办呢，想别的方法吧，怎么办，在河北省固安啊，固安租了这么一个院子，哦，哎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嗯，左是坑右是井，前面是坟地，给我媳妇搁炮楼里了，租这地儿啊，嗯，特别清静啊，嗯，弄个车把你们家东西都拉过来，哦，把嫂子接着来，嗯，您住这儿啊，门一锁我赶紧回去，我到时候定点我得来啊，送东西，柴米油盐酱醋茶谁管啊，都得我管，您都得惦着呢，开车来了，嗯，到这儿踩住了，把东西一样样弄出来，嗯，搁在台阶上敲门，嫂子，那个米跟油我弄来了啊，嗯，啊，那个葱姜蒜也得了，在箱子里头了，哦，还有菜跟肉，你赶紧搁冰箱里边啊，哎哎哎，你得送进去，别走啊，走了，走了。说走不走怎么意思，这怎么了，你打人干嘛，你废话，跟我媳妇这满脸跑眉毛干嘛呢，咱不能上屋里去啊，您不得进去送去吗，你回我呀，你啊，他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，有会说的不会听的，舌头根子底压死人，跳进黄河洗不清，我得顾全这个呀，还是顾脸面，接长不短，每个月都得来一趟送东西啊，天天花钱不计其数，那是这钱可没边啊，又置一家光出不进的，这是知道吗，啊，要不快到年底了又来了，干嘛，牛肉啊，什么鸡肉啊，鱼啊，这些个过年应用东西都搬来了，都搁在门口，聊完了拿出信封来，里边5000块钱顺着门缝扔进去，谁花钱，我，您干嘛顺门缝，您这年纪他得花钱了，我得搁那儿啊，送进去，他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，有会说的不会听的，舌头根子得压死人，跳进黄河洗不清，我得顾全这个呀，还您顾脸是不是，啊，哎，这将近一年了，我又开车来了，到这儿一箱一箱的搬啊，苹果又来了，山楂，啊，山楂面啊，红果片，话梅，酸梅，等会儿吧，请等会儿吧，哎，花钱无数，是，您花这钱都。
活该，知道吗？别往这倒腾酸的了，怎么意思这是？没有，他要小食品啊，要小食品呢 啊，是不是啊？这都花钱无数哦，等着吧，年年花钱，到最后您来电话了哦，五年期满，该回来了哦，我回来了，我得送信去了。好，这回不能不去了吧？得进去啊，到门口把车停完了，来到这儿掏钥匙，掏钥匙。累死我了，一进门啊，你媳妇儿正给孩子喂奶呢，都有孩子了，把外衣脱了扔炕，擦把脸，倒杯水，来水不？我倒不客气，哎呀呵，坐在炕边上倚着那被垛，哎呀呵，哎，嘿，哎，小潘，媳妇儿姓潘。金莲，我媳妇叫潘金莲。金莲，他来信了啊！他来信儿，他说这两天就回来。啊，你拿这事儿怎么办吧？哦，你媳妇儿举起，哎，哦，怎么办？啊，反正事也这样了。啊，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啊，他倒豁出去了。那你办你们老爷们事儿呗，是吧？啊，我听你的，独属墙买完了啊。举起呀，这个，这跟你举起了。瞎说瞎说，废话，他的年纪，我这个岁数啊，舌头跟你压死了，又不说不听，他就我挤不清，我得顾全这，您得顾全这个，您那这个还不如我这个呢。您什么事啊？这叫说话我就不爱听啊，那是能随便闹的吗？那个啊。怎么办呢？这事儿我们不管，你看着办吧。你看着办，亲命。正说着，一推门，二儿子回来了啊！老二啊，走到跟前，手里举小牌，写着个让字儿。爸爸您来了，还叫爸爸？再叫爸爸，他妈出人命了就！爸爸他妈出人命了就啊！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就这两三天吧啊！嗯，弄你们回北京啊！回北京，大家来一亲戚。啊，亲戚长得脸跟包子似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就管他叫爸爸。啊，喊对了，我给你买糖吃；说错了，把你撕吧撕吧喂鹰，你知道吗？那么狠，那怀抱的那甭告诉了，那小你不知道 啊。行了，雇车吧，一车一车往回拉。啊，我给你搁着劲松，房子重新刷好了，东西都弄齐了，我上机场把你接来，坐在屋里边吃饭，你坐正当中。嗯，点火锅，弄个好些个菜，买的烤鸭，你媳妇坐边上，两边的孩子，我坐在下水手。嗯，端起酒杯来，哈哈大乐，想把你人间。富贵，哎，这朋友你不得交吗？得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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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交你奶奶孙子我。您行的是什么事的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您这都不像人做的事了，知道吗？谁说的？我你什么呀？你这乱七八糟！啊，你这可不对啊！我不对是你不对，这叫出言不逊，知道吗？什么出言不逊？你做的事儿在这儿呢，脏心烂肺！我不是脏心烂肺，我是为了你好，你指不定为谁好呢。大伙儿可听明白了？咱俩还朋友呢，我可没对不起你，你这就对不起你媳妇顾安，我花的钱租房子，你活该！我白天一天天不进去，你对你晚上还一晚上不出来呢，你。你跟我说这个，我还没找你呢，我好心办成驴肝肺呀！我跟你我可为你姓于的，就不用，这可就不对了，什么不对？这叫不讲交情，你知道吗？谁跟谁有交情？你早上说都75了，你管着管？你回来80了，没有你的，那就是赶上换阵运了，知道吗？你管不着，你没有孩子，我没孩子，有你什么事？你老于这绝了根了，知道吗？跟你没关系。有朝一日你死了，你怎么办？你少说这个，人有人打饭，你没有，用不着你管。撑死腿上绑两块贴饽饽，还俩狗把你拉出去，那就没关系。我是为了你着想，你甭管。那你这样说可不对啊！谁跟谁不对？咱们天地良心，你甭管。说瞎话灯灭我灭，您甭说良心。我告诉你这么着，那孩子是我的。你。什么意思？孩子是我的，您的孩子，一回来都80了，啊？是吗？你有那个心，你没那个力了。老于家断子绝孙就毁在你手上了，你冤枉我！哎，你这心可长得嘎吱窝了，你这样做可对不起朋友你。哦，您的孩子，那孩子是我的，是为了你。哎呦，您这你怎么能这样？没听清楚，你可冤死我了！不，我今儿从这就完了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知道错了吗？错了，啊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人不能这样。
说太对了，这孩子是我的，是您的，你媳妇生的，还一样。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哎，这个我们是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啊，只有这么些个力气。嗯啊，而且咱们这儿特点就是给的多啊，多买还便宜。多买。这个今天呢，上午是刚从合肥回来，刚飞回来啊，去做一个倒了霉的综艺节目。不爱去，真不爱去。说实话，安徽卫视有一节目，这制片人呢跟我是很好的朋友。哦，好哥们儿，朋友你懂吗？一跪一见交情乃现，一死一生乃见交情，三郎都无欺的。这我辞职。啊，您别辞职了，我得告诉安徽那制片人刘真的媳妇儿。怪，不错的朋友。哦，他做制片人，本身他也做导演。哦，让帮个忙。我说两句话真不爱干，去了六天录了五期，嚯、哦！关之琳、钟镇涛、高秀敏，反正还都是一线的大腕儿，没闲。每天我是度日如年。我昨天下午录最后一期，录完之后晚上安徽电台有一个直播节目，聊天我说了，我说我人挺怪，说相声是我的精神支柱，喜欢唯一爱干的事就是说相声。除此之外，你说拍戏也好，写戏当编剧，做主持人、做演员，干别的，一切都是为了养家糊口，兴趣。我也知道那台那节目我做的不怎么样，可是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啊，挣钱需要养家糊口。对，大伙儿呢，从周六别看这节目啊，有时间多上这儿来，别上这儿。在这个舞台上呢，在咱们的观众面前，我是有很深的感情啊。是啊，我们都是从小学艺。日后吧，如果老天爷没眼的话，让我们俩成了著名演员了啊！真有一天，我们万一一不留神真成了腕儿了呢？我们也不会忘了本，我们永远会在这种场合给大家演出的。对。这是真心话。是。希望能够永远在这种场合演出，对演员来说这是一种荣幸，也是一种锻炼，是不是？平时好多事情其实我们都想着愿意放到舞台上给大家说一说。哎，总说别人这事那事，其实我自己挺可乐的。我今天早晨在安徽的洛港机场那儿把我乐死了。怎么了？真事儿啊，我换完登机牌了，我们都进去等着，还不到点不让登机。打那边来一哥们儿，穿得很讲究，一看就很有钱，你瞧这样就知道有钱。哦，啊，提着两个大箱子，这箱子说悬了啊，哎，比这桌子小点有限，两个，一手拎一个，当然没这么大，还能拎着，把他给累的死脖子汗流，呦，就这么走到跟前儿，哎，我正好我没带着表，我说看看吧，要看那个机场的大表，还得转到门那边去。哦，我看他带着表了，晚上特别好看，我特别喜欢好的表，他这表特别好看，拿眼一打就知道这表，少说我估计还得个几万，少说也得几万块钱，贵了去了，特别好，而且他也累了，把俩箱子放这儿，哎呀，他晚上秀子来，他说歇会儿，我过去，我老家几点了？哦，他看看表，你问哪儿的时间？我说你这也太神奇了，你这都有哪儿了？他说哪儿都有，世界各地的时间都有。那也太奇怪了，而且我这个能接传真，能发短信，而且还能这个看电视，还带电视，跟电视还能照相。我说你太好看了，这个表是吧？我说那个真是挺了不起的，估计挺贵吧？他说嗨，我也不爱戴这个，没有办法，你买了，你要吗？你要就卖给你了。我说这个太贵的话，我说。这个买不起，多少钱？他这个，他说你别给我买多少钱了吧，反正这个你要1万块钱，1万块钱，我特别喜欢这个，我说这个1万块钱稍微高点，咱这儿，咱们就说8000块钱，你要的话，这表给你，真的，我看这是我的名片，我一看北京一大公司的老总，我说我是演员，但我认识你，我看过你的节目，你这8000块钱。我拿钱啊，我给这8000块钱，他把表摘起来给我了，我戴着，我很高兴，我说谢谢，不要走，他喊我别走，把这电池递走。哎，这个。
有意思啊，可能您不注意，我们就注意观察生活。哎，那今天我们哥俩今天在这说相声，我心里很高兴，而且最后一场要跟于师哥一块儿，我心里踏实，还能拖着我。哎呦，不敢，您客气，哥哥不敢，您能拖着我。台上师兄弟，台下跟我亲哥哥似的这么对待，真是有教，确实是很好。对，今天上午早上他到机场接的我，接完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到剧场了，去别处太折腾了，就直接来吧。是，到这门口了，停了车，我们两个人迈步走，我人走道很慌啊，就这么走。他呢很细致，别动，拦住了我，吓我一跳，我怎么了？拿手一指，地上不知谁家狗啊，拉了一滩屎，怕你踩着，还是这个大狗拉的，在地上，我正走着动，吓我一跳，我赶紧停了，怎么了？别动，他过去了。屎，多新鲜呐！得亏尝尝，要不踩上了。我这是进肺的都没必要啊！好人你知道吗？好人出了圈了，这个啊，您这要不人家这个环卫的工人还得扫，这都不用啊，都不让我吃了吗？都给吃了，是不是？这个相声好多都是编的，但这段是真事儿，没听说。这段是假的，就这段是假的啊！相声来说，为什么大伙儿喜欢听呢？我们在后台一直研究这个事情啊。像咱们今天的演出，也没做广告，也没有做宣传，对，就是网上发布了一下消息。是，大鹏可能在87.6喊了一下，这么多的观众，大伙儿来捧我了，对，真是无以为报。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也说明演员要提高自己的，能力，这太重要，是不是？传统相声1000多段，经过我们演员努力呢，还剩100多段。别努力了，这就大部分演员没等学会就都红了。所以说呢，扭头来再让他学，他不认头。他会2段3段，他走遍天下无敌手了，到哪儿都能说。但是全北京城也好，我认为这儿的观众是最难说的了。那倒是，大伙儿都懂相声，是不是？应了那句话了，酒香不怕巷子深。哎，还是用这个真东西来吸引大家，这是对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看那街上打把式卖艺的，一个个的啊，抬腿动手，给你比划比划，吃了我的大力丸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，对身体多好。他为什么要这样？一个个接着抬手动脚，为什么这样呢？练，他不是练，他拿着当幌子，他那药不是真的。哦，这么大个儿，大丸药说吃完了对身体有好处，那是切糕做的，切糕丸啊。但是你吃不了四个，他半斤一个呀，没那么大饭了，谁吃了2斤切糕啊？是不是啊？那倒是。和你到同仁堂去，同仁堂大药铺，什么时候人家都规规矩矩的，没有这样的。对，你进同仁堂，一个个的怎么穿得很整齐？先生您好，您好啊，我问一下，有那什么那个，保持一粒金吗？有，你看看，这是在这儿的啊。哦，虎皮膏有吗？虎皮膏，您稍等一下啊。这儿有，拿过来了。这个乌鸡白凤丸有，乌鸡有。对不起，我得到库里给您去拿去。哦，稍等。文质彬彬，好好说话。都这样，你什么时候进同仁堂？一个个的啊，都光着膀子，剃大光头，络腮胡子，一巴掌宽虎心毛，我跟这站着，这模样，买药的来吓一跳，这话，都光着机能了，好嘛。劳驾问一下啊，这个保持一粒金有吗？哎，嗨，嚯，有，有就费这么大劲。那个虎皮膏有吗？哼，虎皮膏啊，有。看身上，虎皮膏有哈。乌鸡白凤丸有没有？乌鸡白凤丸。等着，我上库里给你拿去。哎，估计很多人都会唱。哦，谁要会唱，咱们一块儿唱好吗？啊，来个歌星演唱会的形式。你也来。用不上，不是那节奏。哎，会唱了一块张嘴啊。好，唱。你不张嘴，让人张嘴。说天气。
起还是我自个儿唱，你看这个，跟着唱。天也不算亲，天有日月和星辰啊，日月穿梭催人老，带走世上多少的人。说地亲，地也不算亲。听两段相声就散。